范冰冰近照曝光，陪大佬喝酒毕恭毕敬，冯小刚一行低偷玩手机。冯小刚最近和范冰冰的绯闻真的是很多，两个人的合作已经有15年了。冯小刚眼下的红人就是范冰冰，最近自己打点的作品女一号都是范冰冰莫属。曾经小 S 在节目中要求冯小刚这个老炮饰演女一号的时候找他，但是都被遗忘了。看来冯小刚挑选演员的要求真的是很特别。冯小刚的性格相当的古怪，冯小刚的感情也是很曲折，如今能和徐帆走到一起，两个人真的是情投意合。最近有网友爆出范冰冰应酬陪大佬喝酒的照片，手拿酒杯畅饮的样子，可以看出范冰冰也是海量。旁边的大佬看上去相当的高兴，冯小刚觉得情势不对，拿着手机低头在玩手机，并没有说太多的话。范冰冰能得到冯小刚的赏识，不光是在演技方面得到认可。